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下一队比赛的选手，日本选手高桥成美和塔兰。Japan, please give a warm welcome to Narumi Takahashi and Mervyn Tran. 短节目之后排名第八，女伴今年19岁，男伴今年是20岁。自由华音乐来自于拉丁钢琴家布拉斯奥的 Tango 名曲《你爱上我的那一天》。
日本选手高桥成美和塔兰，因为女孩19岁，男孩20岁，他们这个年龄段是既可以参加青少年组，也可以参加成年组的这个年龄段。在刚刚结束的世界青少年大奖赛总决赛当中，他们是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。那么隋文静和韩聪因为年龄这个比较小，比他们还小不到15岁，所以呢在这个亚冬会这样的比赛是可以符合要求的，但是像国际华联成年组锦标赛的话呢，他们是没有达到年龄的要求，因此也是不能参加这次的四大洲赛。今天已经看到冰面上有观众向场内扔毛绒玩具了，昨天还没有的。这对选手的问题呢还是比较多的，毕竟是先来看他们的跳跃。女孩跌了2次，一个是萨夫三周的单跳跌倒，一次是连跳当中的阿克塞尔两周跌倒。他们的软肋就是碾转，碾转要成年组的话必须要起码你要做到3周才有竞争力，他们一直做的是2周。但女选手和这个男伴他们的这个身高的搭配比较好，而且呢编排也比较丰满，他们在第三组的托举之前有一个冰舞的弧线托举，当时的姿势是男选手做弧线的滑行，女伴是站在男选手的这个大腿上，这种姿势我们通常只有在冰舞比赛当中才能看得见，将它编入到双人滑的这个动作当中来是作为衔接，是为了拿到你节目内容分当中的衔接分。他们合作时间应该说还算是比较长的了，今年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，如果一直这样滑下去，成绩有慢慢提高的话，也是可以代表日本参加这个冬奥会的，但前提是男选手塔兰必须得加入日本国国籍，他现在是加拿大籍，他是柬埔寨和越南裔，他们两个现在一直是在加拿大进行训练，教练是马可特和格舒尔。去年的四大洲赛他们也参加了，当时是获得5名。去年他们也就上个赛季比的参加的比赛很多，像四大洲赛，还有世界青少年锦标赛，还有青少年的大奖赛。日本队的高桥成美以及马文，技术分是52.56，节目内容分是51.82，因为女伴跌了2次，追加扣掉2分，102.38。两套节目总分是152.63。Their total composition score is 152.63 points. This currently ranks them in first place.